这样的大虾，你的对象一定会喜欢的。玉米淀粉可是炸虾的灵魂，一定要裹得够均匀。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芥末，怕吃辣的可以少加一点。用抓的，这样会裹得更均匀。最好来点芒果丁，吃起来会更清爽。一个空矿泉水瓶，倒入淡奶油、白糖，给你盖子用摇，就可以得到绵密的奶油。再来点用剩下的芒果丁，用春卷皮一折一卷，撒上点抹茶粉，抹茶芒果毛巾卷就做好啦。这颜值看起来就特别的清爽，来，先给你们吃一口。带有酥脆外壳的清甜大虾，可一定要学起来哦。